欢迎收看《云端最前线》，马上为各位介绍今天与谈的四位好朋友。第一位非常可惜，今天没办法领到不迟到奖金的台北市议员徐宏庭。然后第二位是压线立刻赶到了台北市议员苗博雅。大家好。OK， 坐高铁从高雄背过来，高雄市议员黄少廷。大家好。昨天在台北过夜还是坐高铁过来？台北，昨天在台北。OK， 好，过夜很平安吧？哈，平安平安。好，平安。好，今天这个过夜的问题有点敏感。好，时事评论员王时奇。大家好。好，我们今天开始来追踪今天联合报的一个头版新闻了哈。这个新闻啊，跟我们的国家的预算以及人民的纳税有非常重要密切的关系。来，马上为各位报告这个相关的题目了哈。联合报今天的头版，前瞻轨道预算夭折了哈。大转弯 ，OK， 好，他说过去啊一个相当的比例的经费，这次做了非常明显的调整哈。那这个轨道预算调整之后，数位跟城乡建设的预算就相对大幅度增加，说轨道的建设剩下不到2000亿元的新台币了哈。过去有关这个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的讨论，也在那个时候引起非常大的一些风波跟争议了哈。我们来看一下那调整的结构前后的比较，前瞻建设预算规划与调整啊，总体预算是8824亿元了哈，调整后变成8400亿元了哈，总量上少了大概424亿元。比较大的调整的结构是轨道建设从4242亿，过去的占比48%，调整为1903亿，不到2000亿，整个预算幅度缩水了25%了哈。OK， 那另外增加的部分是有关数位建设的部分，一开始编的是460亿元新台币，占比5%，这次大幅度调升到1382亿，占比高达16%，整个增加了将近11%。另外一个是城乡建设，从过去的1372亿，占比16%，调整为占比29%的2431亿的预算规模，整体增加了13%。所以铁道建设减25%，数位建设增加11%，这个城乡建设增加了13%了哈。这么重大的预算调整，代表我们国家未来的国家建设风貌应该会有一些变化，而且这变化是你感受得到，这不是增加1亿，减少500万哦，规千亿个条件，这个调整当然我们必须投以高度的关注了哈。一开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在野党，这个国民党的党团总召林维洲质疑轨道建设财务可行性屡遭诟病，大幅降低符合各界的期待，但大幅增加了数位建设和城乡建设，恐有部件网军和选举绑桩之余了哈。那同样交大这个物流管理学系的这个蓝武王老师说，很多轨道建设未经可行性研究就被框列，每个县市都用喊价的，就会喊到4000多亿，当执行力大打折扣，办不成。经费理所当然就应该被砍被调整了哈，这是国民党相关的一些说法以及老师的说法。那另外国发会这个主委龚明鑫哦，他是这个业务的这个主要的综合控管的一个机构了哈，他说并非删减预算，主要因为轨道建设推动期程比较长哦，可能有10年、几年以上了哈。若4年内可以完成的，我就把它编列在内。他特别强调哦，细腻来那这一算，我就把你编列在内。超出4年的哦，他说哈，譬如说4年内可以做完的，包括花东铁路的双轨电气化、台南铁路的地下化，这4年可以做完的，我就继续编在里面。其余的轨道建设经费将回归每年的一般公共建设预算，就不用框列在特别预算里面。大部分经费将用在将近4年内真正急需建构的基础建设。也就是说，4年以外的这些钱，我回归到经常性的年度预算。但4年内我要做完的，我还是把它编列在内。所以他说，整体来讲，我并没有删减预算了哈。OK， 好。但是他说哈，只要是114年前完工的计划，经费会全数编足了哈。那我们来看相关的几个不同角度的讨论。数位建设重中之重啊，因为国家的数位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竞争力的体现。所以数位建设这是比经费跟比例都提升。他说数位转型是政府未来4年重中之重的政策方向，因此大幅增加经费。城乡建设将因应台商回台投资的需求，去编列100亿元推动开发在地型的产业园区，并编列230亿元作为高中以下校园装冷气等经费了哈。那这个也引起一些争议了哈。
高中以下校园装冷气叫做前瞻吗？叫做基础建设吗 ？OK， 所以这个问题有它一定的复杂度了哈。我们来看联合报的二版，他说前瞻转弯凸显政策错误，当初重中之重的轨道建设，如今变成次要建设，打一个大问号啊！当初正应该被细细到底正想，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来听听。等一下几位的意见，那学者说不急迫的就麻烦先暂缓了哈。那蓝营又说哇，这个是选举绑桩在建网军了哈。阿淼，大家都有意见，很复杂，麻烦你整理一下。这个8000亿哦，当然不可能说大家都没意见，一片祥和啦。是，民主社会就是这样子。当初我们讨论很久，他们大家吵吵闹闹，其实对国家呢还是可以有一些正向帮助，因为。政策之所以有调整，有些人会酸他、讽刺他，说你是不是转弯哈？当初轨道那么重要，你现在又说缩编，但其实我们平心静气来想一下，这不就是彰显了在立法院的审查确实产生效果吗？就是在野党的监督、在野党的质疑，现在执政党他把这个意见听进去之后做了调整 ，OK， 对不对？因为如果说从头到尾都一致。那你又要说他都很蛮憨、很阿爸不听进民意，对不对？那他如果说现在这样子有调整的话，其实也不用急着去酸他说转弯，因为调整不就是在野党希望的吗？ Okay. 我们在野监督本来就是希望可以执政党把我们监督的声音听进去嘛。是，所以这一次哦，轨道的占比减少，某种程度上。我是肯定的啦，是啊，因为肯定 ，OK， 因为现在立法院审议的结果就是，本来是8年预算嘛，是，后来分两期，一期4年，是，好，所以他今天公民心讲说，4年之内做得完的才把它放到前瞻，这个是符合那个预算的原理的嘛，因为假设说你4年的预算，就你要放个15年才做得完的，最后你这个预算用不完，你会违反当初这个特别预算规定的规定嘛，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呢，关于数位5G啦。你去讲他说什么部件网军，我觉得这个是讲过头了。为什么？因为数位建设大家知道，现在各国世界比较先进的各国在拼一件事叫5G 建设。那5G 建设呢，它是需要大量的硬体的这个改变的。是，好，你不能说从4G提升到5G， 不是说这个我们坐在家里面冥想打坐就可以，也不是软体改变就可以，你要有硬体啊。对，所以你要有硬体，需不需要钱？需要嘛。那5G 是未来我们世界整个产业的转型里面，我们要讲 IoT。讲物联网很重要的基础，所以如果你不能够早先一步把硬体建设好的话，那你未来5G这发展跟不上。所以您认为这些预算的调整，除了要因应所谓在野党监督的所谓啊这个力量之外，另外也要反映国家未来的基础建设真正需要的是从数位替代过去的轨道。数第一个数位了哈，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城乡，是其实城乡有一点重要，像我是台北市议员的，台北市是首都，享有全国最多的资源，所以我长期以来一直觉得我们的城乡差距必须要由中央有整体的力量来把它提升。好像是呢，比如说台中、台南、高雄县市合并之后，也有城乡差距的问题，有很明显。那这个如果说单靠一个直辖市的力量不够做了，是因为不然难道你还要再负债多少来做吗？所以中央来做，中央出钱把城乡差距拉近，这个是必要，这叫基础建设。如果你讲数位叫做前瞻，5G 叫前瞻的话，城乡这个叫基建、基础建设。基础建设，那所以会不会变成绑桩？你认为调整之后也能够满足所谓基础的城乡差距的拉近，那同样也前瞻我们的5G 未来的数位社会的来临。我讲一个实际案例好了，会不会变成绑桩？大家在讲质疑绑桩，我讲一个案例，是所谓的高中以下装冷气，其实呢，到最后这个功劳会回归到什么？回归到执政县市的首长身上，地方的县市首长。对，那现在地方执政县市当然以蓝的居多嘛，所以其实中央把这个城乡的预算编进去之后，也会加惠到蓝执政的县市， okay. 也会加惠到蓝执政的首长。比如说像是我前一阵子才刚回云林，在云林这个张立善县长，他在这个民间在宣讲的时候，他就说张立善帮大家装冷气啊，但是那个钱可能一部分是云林，但是更大一部分是中央教育部的经费来嘛，但是这个县长可以说哦，他做到了，他帮大家倒 OK， 所以其实说实在不需要太用政党的分野来说哦哦，你这个钱是民进党编的，所以就等于是民进党绑桩，因为其实当他真的如果落实在地方的话，很多受惠反而是国民党执政县市的首长。是是是。然后孝廷来怎么看这件事情？国民党会不会有一点跨到欧亚的亏情？哦，被数位建设就是在搞网军，城乡差距就是在绑桩。来听听的意见。不过这要回到107年的，106年的时候嘛，那时候一开始是2017年提出来的前瞻基础建设第一期嘛，2017对，2018选市长的前一年，没有错，前一年的时候那。
你如果从现在结果去看到当时，是这一次的轨道交通有几个很大的整个项目被拿掉了，比如说基隆，他做拉轻轨，是这个项目现在已经可能我不知道是删除还是就不做了啦哈，这当然预算书我还没有拿到，我有去跟立法院要了一本来看哈，减少这么多轨道交通，为什么这些那时候坚持要做，现在不做了？有没有106年为了107年选举的考量？所以你认为有浊世今非的这样子一种疑虑吗？这已经是浊世今非了嘛？你当时说要盖，现在说不要盖，难道你本来评估的都没有用吗？行政院他要提出这样的一个重大的建设，一定是经过评估的，他不可能说信手拈来一笔。所以你认为那个蓝老师讲说当初是用寒价引话？你认为是有这样的嫌疑吗？感觉就是用喊的嘛。如果你是一个真正评估好的，打个比方，高雄是要盖一条捷运，你一定要做所有的评估报告，可行性评估、可行性评估、对，环评还是后面你要盖了之后再做环评，你前面有个可行性的评估。如果你的可行性评估是要盖的，为什么短短的3年，同一个政府现在说不用盖了？这个不是说我盖了吗？不盖，高雄不盖了。不是，我不知道高雄，他为什么轨道交通少了一半的预算嘛？为什么轨道交通现在少了一半的预算？是，那就表示说你当时评估的，那为什么当时说要盖，现在说不要盖？我觉得这个不是说一个好像说你在野党来监督他就不盖了。是，那我请问一下，你是执政党，你握有行政资源，你在帮国家做建设，怎么会那时候才说这么重要要盖，现在就说不要盖？所以我才讲说，为什么国民党常常在讲说，民进党做很多东西为了选举考量嘛。当106年你公布说哪个县要做什么轨道交通、什么轻轨、什么铁路地下化、什么捷运的时候，会不会帮那一个候选人就制造了一个选举的行情？就不就叫做为了选举嘛？那等你到现在的时候，到你到了现在，少廷，你认为说这个真的做下去的话？真的是很花钱又没有效果。如果我这个老人家的记忆没有错的话，当初很多国民党的执政县市也都努力在争取前瞻基础建设计划，还有点我还笑说有点吃飞醋啊，讲你别再装我民进党，我要好温呢。我跟你讲，当时我记得国民党的立法院兼他所持的是说轨道交通需要这么多嘛？我记得这国民党一直在提，所以国民党团昨天才会今天才会讲说，当时我们所建议的要求的，民进党你还是回来接受了嘛？你把轨道交通从过去的占了那么大的比例，还是往下降。是，我觉得这个是还原这个事实啊。那时候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也一直挑战民进党哈，我觉得我是一个纳税人。这议题我不站蓝，我也不站绿，我永远站在纳税人这边。好，我不是反对建设，我希望这么重大的建设一定要理由充分，说服力坚强，是形成共同的我们的财税目标，那能够具体实践，人民投资这么多钱，他的幸福感，他的国家竞争力的体现。我那时候挑战一个问题，我说韩国总统文在寅，他也讲我国家，我们韩国要做重大的基础建设投资，他说我要盖一条首尔不知道到哪里的叫做什么无人自驾车的高速公路。我那时候听，我说我不说台湾也要盖一条，但是我请民进党的官员也思考，如果前瞻的话，人家前瞻到哪个地方，我们是不是，我不说一定要比他好比他远，那我们的前瞻是什么？好，我也可以，你也可以说啊，文在寅本家贵啦，你乌龟刚你今晚是去解什么挖沟了？我也同意，是，但是我就是一个纳税者的观点了哈。那少廷有补充，我们先听一下实习点，实习听了一件，我觉得少廷完全被联合报的标题给诱惑，所以如果你每天真的只看联合报，你会觉得啊，完了，这个国家要亡了，因为人家就没有少嘛，人家龚明鑫有讲说他预算没有少了，他只是编列方式，我不知道，少廷跟他补充，就是放在后面每一年。年的预算当中，所以轨道建设他不会说啊盖到一半没钱然后不盖了嘛。而且当初在挡这个前瞻预算的时候是丢面粉丢水球，搞得浑身都是面疙瘩，就不要这笔预算啊。因为当时国民党还告诉大家说，南部需要轨道建设吗？不是都旗山猪，光凭旗山猪这句话，我就全力支持轨道建设，你就是要给我盖，因为我们不要骑山猪，就讲这种歧视性的话，然后不要让这笔预算通过，然后通过了之后开始各县市抢，哎，我要，我要，我要，这
我觉得要稍微有一致性一点啦，什么东西回归到地方是对人民有利的，这个东西立场踩住，我觉得就对啦，不可以这样反反复复啦。Okay. 一下说不要，一下说又要，然后现在改变了编列方式，哦，你看去绑桩。我觉得那个层次低到让人无法想象。林维洲，你好歹也是念过书的人，你觉得数位建设只是停留在这个做网军的层次？哦 ，Oh my God！ 你稍微看一下现在全球的一些新闻好吗？是，我觉得那个程度低到让人就拜托国民党，请振作可以吗？不要这么低阶啦，就是低到让人家。觉得火大，你太烂了，烂透了。好，来，这个少平有补充的，请说。我先讲，我不是反对轨道。那最后回来补充。我简单讲啊，我不是反对轨道交通，我是说一个执政者，他对于所有政策执行，他有个科学的依据。你要做的是可行性评估，是不是必行性评估？什么叫必行性评估？就是看来你没有一个很完整的。的规划报告、评估报告，那你就一定要做，那叫必行性评估。所以所有需要的建设，包括我、包括国民党是支持的。但是你为什么会浊世经非？如果说你真的觉得这预算没有少的话，你现在应该要加速进行啊。你如果说这轨道交通很重要，为了未来的经济发展或其他的交通建设，你应该要赶快加速，那预算赶快编下来去做啊。所以你认为不应该调整预算，反而应该。更积极，更如果你认为需要的话嘛，是是好，这个洪庭也到现场了哈，不好意思，今天不迟到奖金没有办法颁给你，你跟这个叶元之一样，没关系，这两天忙哈。这个刚才有张手板，我再提示一下，这个主委龚明鑫也说，并非删减预算啊，只因为轨道建设期程比较长，如果在四年内，就特别是民国114年之内可以完成，还是编列在内。那至于超过四年期程建设的，就把它回归到每年的一般公共建设预算。好，所以如果这样。的话，这个主委意思是说，我不干嘛，我自己把预算编列方式调整起来。听听洪年的意见。我觉得态度很简单哦，从2017年开始，我就一直在讲这个所谓轨道运输这件事情。其实刚文嘉哥你讲的很好，文在寅提过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所谓的自驾车的高速公路，跟所谓的 Elon Musk 曾经提过说，我要在 Las Vegas 做一个所谓只有我这个 Tesla 可以去走的隧道，而这样某种程度变成一个类高铁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国民党当初在2017年反对轨道运输，其实最大的原因很简单，轨道运输里面我们在做所谓的预算编列跟所谓的环境影响评估啦，再加上整体的营运分析的时候，是里面有一个最大的重点是什么？就是自偿率够不够，以及运量够不够。柯市长在这边也表达一些意见，对吗？以及运量够不够，这是我过去一直在提的这个部分。所以我想，阿苗跟我在同一个选区。过去我在看南环线的时候，我跟柯市长讲说，南环如果没接东环，运量一定不够，那它的自偿率就会掉下去。所以东环线现在我们也争取赶快去做这个部分。那中南部的状况其实很简单，中南部的状况就是它的运量绝对不足以支持轨道运输。那我再一次强调，公共政策没有绝对对跟错。如果他没有办法支持，那我们就要选择什么？我们要补贴多少去做这件事情？ Okay. 还有你的环境影响评估的这个运量分析到底是多少？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台湾高铁现在是赚钱的吗？现在是嘛，对不对？为什么现在是赚钱的？小赚吧。为什么现在是小赚的？因为我们过去我们最早在评估的时候，高铁一盖下去以后，我们发现有没有它的运量？后来我们真实的运量是当初预估的1/3而已，所以我们后来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我们政府帮忙其实有点类作弊啦，就政府把所谓给他的营运特许权在拉长嘛。OK， 那他摊提之后，他现在为什么可以做到 break even 啊？又赚一点钱？其实是因为我们拉长了他财务估算的结构，对，我们是财务结构的这个整个结构调整了，让他变得赚钱。所以今天轨道运输会不会遇到一样的问题？所以刚十一姐来讲，就是说钱没有改变，对我来讲，我个人来讲，钱没有改变，我更害怕。为什么？很简单，第一，今年跟去年差了些什么？我们要去考虑到今年跟去年差了些什么。我们整个国家的前瞻基础建设，今年跟去年我们遇到两个最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 ，COVID-19。哦，第二个问题，中美贸易。对不对 ？COVID-19 影响什么？第一，我们花了多少钱在纾困？然后，整个 COVID-19 影响的其实最大的就是什么？就是大众运输整个运量掉下去。对。然后我们又花了很多钱在纾困。坦白讲，我们国家按照过去政府大家都在提的，我们国家的财务应该是很不好支撑的。在这种状况里面，是对不对？那第二，中美贸易战，
中美贸易战上升成为规格战的，所以你现在要去做所谓的这个数位升级、数位转型这些东西，你大可大大方方的讲。我先民进党大大方方的讲，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调整先后顺序？你大大方方的讲，因为 COVID-19， 所以我要开始转变我的这个调整的先后顺序嘛，就我的政策的 priority 我要改嘛，数位要先，然后这个部分嘛，而且搞不好数位做一做，我跟文嘉哥的想法可能是一致的，数位做一做，其实中南部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用无人车去处理，是，去处理它的轨道运输，其实是 OK 的。对不对？那第二就很简单，中美贸易战因为打成规格战了，所以我们现在要保护我们的什么三 C 供应链，是，这是赖以保护台海安全最重要的经济和平的这个状况嘛。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我们把预算调整到这个里。那民进党大大方方可以讲这些东西啊，可是在这一次的调整里面，我并没有看到这些说法。那为什么没有这样讲？对，为什么没有？还是有其他的思考。所以我们就要缓过头来，就说那为什么没有？然后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做这些调整到底是为了什么？然后呢，整个总额的预算数没有变，那我还是要再问一件事情，就是今年大家都知道，因为 COVID-19 我们花了那么多的钱在纾困，这些对我们的财务难道不会影响吗？是。如果你说前瞻现在减少到说，就像好联合假设联合报写，是，就假设减少到2000万，减少2000亿，对，1903亿，对，假设减少了2000亿，对我来讲，我也就认为合理啊，因为我们纾困可能拿这个2000亿来做纾困，所以包括说国家总体预算的平衡，所以我觉得讲清楚、说明白最重要啊。Okay. 你看像我刚才讲的，我觉得你应该也能认同啊，就是你把这整个方向转变了，然后你就说我为什么要去调整这整个来龙去脉，是，你这样讲我觉得 OK 啊。好，我想这个议题应该后续还有很多讨论的空间，我们持续追踪了哈。我这边两个手板做一个简单的这个议题的小结了哈。今年8月5号，财政部长苏建荣的一个新闻，税收短增约1200亿新台币，今年我国举债恐破4000亿，创10年新高。财政部长苏建荣表示，预估今年度税收短增约1200亿新台币，加上纾困特别预算分年举债，今年底举债将超过4000亿元，压力不小，但尚未超过法定的债限。所幸前两年财政较稳健，减少举债，加上今年5G 世造与世贸三管地上权利金等非税收入的增加，有助弥补税科收入可能的短少数了哈。穷钱永远不够，永远花在刀口上。不反对建设，但是理由要充分了哈。最后一张手板，这是我很尊敬的一个老师，前行政院长林权啊，这个蔡总统口中的阿权哥讲一句话：政府的支出效能永远决定人民的纳税意愿。这议题我们会持续关注了哈。OK， 回来我们做后续的相关的议题的讨论了哈。今天有个小题目蛮好玩的，是这个海峡论坛要举办了哈，那国民党确定请王前院长哦，带率国民党代表团出席的哈。那这个海基会当然就说，不是这个陆委会讲袂使哦，哦想要卖起哦，那起个讲签这边协约条约的话是有违法的可能哈。我们看一些相关新闻，那就请一位蓝一位绿的朋友们来做一些简单的回应了哈。这个赴海峡论坛的哈，那代表团的副团长李乾隆国民党秘书长说，对岸对绿绝望，对蓝失望了哈，他所以说国民党有责任把两岸交流重新搭建起管道了哈。OK， 我不反对这个说法，但是有个题目可能李乾隆秘书长要更斟酌了哈。你说共产党对民进党对绿绝望，对国民党对蓝失望，那你有没有想过台湾人民对国民党的期望是什么了哈 ？OK， 我觉得比共产党对两党的态度有一个更重要的是台湾人民对国民党你这个最大在野党的期望是什么了哈 ？OK， 好，那蓝包括 TVBS 哦，这个我应该相对对国民党比较友好的媒体，他也拿这个来做对比，说你跑去参加海峡论坛，结果在敏感时机，你们国民党拒绝 AIT 的邀约，要闹五个人起个闹不行。OK， 所以我问一下陈玉珍，陈玉珍没有了，就是人瞧不都好，娘娘了，刚是跟他娘娘这个问题了哈。好，有一个小新闻很有意思哈，来自中时新闻的报道哈，高雄白派大将陆淑美，这个少林兄很熟了哈，过去的议长、副议长哈，他说王金平你赴海峡论坛曝光前，曝光前哦。成型消息的曝光前，曾跟蔡总统见面了哈。那他说他并不清楚啊，说两人谈了什么。但王金平一直希望能够透过论坛带回一些两岸福利民生，缓和敌意与僵局的结果了哈。陆委会说你想我们要去哦，可是要去以前蔡总统又见了王院长啊哈。
到底这里面我们怎么思考、怎么判断？国民党是吃了什么样子的大力丸，敢跟美国 say no？ 问的是未来跟中国呵呵 talk talk， 听听这个阿苗的意见。国民党哦，在这个他讲说什么中国啊，已经对绿绝望了，但是对蓝失望，所以他要去嘛哈。但其实新的友谊的桥梁之类的。但我是觉得反过来讲了哈，就说民进党执政到现在哈，这个五年多以来，也许人民会是对绿有点失望。但是对蓝已经走到绝望了嘛，就反过来讲是这个样子啊。台湾人的人民对于蓝现在这样子的一个作为，已经不是失望可以讲了。像现在中国中共今天早上共击二十几次老台啊，一个早上哈，二十几次老台的话，那你现在又说我要去给他搭起一个和平的桥梁，那如果这个行为放在抗战时期，你就是汪精卫嘛。对不对？这个行为放在抗战时期就是汪精卫啊。OK 啊，这个行为你回应，好，你回应。这个行为放在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应该是张学良。这个行为放在二次世界，汪精卫。没有，那汪精卫是伪日本国。我跟你讲，我要讲一件事情哈。那汪精卫的口号是什么？大东亚共荣圈啊。对不对？他说、日本哇，金马奖那这个大东亚共荣圈，大家不要再打啦、啊， okay， 是不是这样子？那过去的历史课本里面说汪精卫是大汉奸，那你现在是不是要国民党反过来说他是和平的贡献者、和平的缔造者？因为他给日本之间搭一个友谊桥梁嘛，或者说二战时期像这种就是对纳粹的绥靖主义嘛，好，你那是绥靖主义的下场是什么？当时英国的张伯伦，张伯伦首相很高兴跑去慕尼黑签了一个慕尼黑协定，回去英国的时候多么得意啊！下了飞机还把那张纸在手上晃，说这是我们下一个世代的和平。结果不久之后，伦敦被轰炸。为什么会这样？希特勒就闪电攻击波兰了。因为对，为什么？因为丘吉尔告诉你了嘛，就是当你在战争跟屈辱之间，你选择了屈辱，最后你还是会得到战争嘛。那国民党现在做这件事情，其实基本上我是觉得啦。海峡论坛到底是什么东西？硬要这样眼巴巴的去，而且你还要拉着什么？还要拉着台湾的前国会议长去。国会议长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他在国际政治上象征的是一个国家的主权在民，国民主权的代表，民意殿堂的代表者。对。所以为什么之前捷克的参议院议长来我们立法院？国际上会这么注目，是因为这是一个主权跟主权之间的对话。那现在王金平前院长，虽然他现在不是院长，他毕竟当过这个职位非常久时间，所以如果此时此刻呢，他跑到海峡论坛去，而且他发表了一些亲中的言论的话，那绝对一定会中国共产党最高兴，马上拿去做国际上的大外宣說，说台湾的国会议长。对于与中统一发表了亲善的言论嘛，所以你在此时此刻制造这样子的声音，为的是所谓何来？我刚才讲了，所有政党你在台湾内部大家公平竞争，是，但竞争你厮杀要多激烈，你要怎么骂前瞻预算，你要怎么样骂这个年金改革，你都骂没有关系。可是你对外的时候，你要一致对外啊，你不能够说今天中国对我们有侵略野心的时候，你要去当中国的带路党。这个我带入党 ，OK， 这个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台湾人民是不会接受的嘛。所以你说，所有台湾的所有政党里面，大家没有去参加这海峡论坛，都活得好好的，都还是在台湾的政坛上继续拼搏嘛。那你国民党，你硬要去，而且你是什么？你就是成为中国绕过跟台湾官方沟通管道的一个出口。今天两国之间来往，他说：“那你跟我们官方管道来往嘛？谁是执政党，你就跟国家的官方管道，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不允许说两岸之间有私相授受的行为嘛。所以，如果国民党你想要恢复对中交流，你要取得主导权，那你就努力一点，在台湾让选民投给你，你取得执政权嘛。是，这是正当。但是，当中国今天就是我要切断跟你官方，我就是不承认你官方，我不要跟你官方来往的时候。”你作为他一个私相授受的出口，这个道理是所谓何来 ？OK， 那其实我觉得讲真的、啊，国民党现在仍然是第一大在野党、啊，其他在野小党都是望着国民党望尘莫及啦。你在台湾现在台湾人还给你这个地位，那你这个海峡论坛说真的不去真的不会怎么样。好，那你在此时此刻就不要再为台湾增加负担， okay， 就这么简单呢、啊？方平。不去会怎么样呢？好，搭建友谊的桥梁，还是根本把中国的所谓不当势力引进台湾的带路人，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评价。听听洪庭的回应。我觉得如何跟敌人相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OK， 你也同意说这是敌人？就我当然同意这是敌人。OK， 如果
如何跟敌人相处，这是很重要的事。我当然同意中共是敌人，因为中共从来没有放弃所谓是武统台湾的决心，跟统一台湾的决心，就统一中华民国的决心，应该这样讲。但是我们要强调一点，就是在现阶段的这个过程里面，就像阿苗刚才所讲的，今年确实我们熟悉美中台三角这个关系的人都很清楚，今年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先谈现状，我们再来谈观点。今年是有史以来军机绕台最多次的。不管是美国也好，不管是中共也好，都是演习也越来越近。上个礼拜，美国的驱逐舰在台湾跟澎湖的中间，是已经跑到这里来。再上一个礼拜，美国的驱逐舰在上海外海175公里，很近。对，我们都在研究这些部分。过去跟美国关系其实也不错，我也是少数进过白宫的议员啊。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我们先谈事实，这就是事实。然后我们再来谈观点，观点两种。第一种，有的人认为说，这一定是川普要呛什么习近平，为了他的选举，所以把他的船舰全部都往前跑。然后呢，逼老共有一个反应，这样子他选举就能得利了。这是一派人的观点。另外一派人的观点是不是因为川普得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情资，认为说 China 有可能。中共有可能在这种时候发生一些突袭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让两岸的这个部分有点危险，所以川普为了预防，所以先把他的船舰拉到前面。OK， 然后呢，比如说像澎湖外海也有啦，然后这个所谓的上海的外海也有啦，这些部分，那这就是观点。但是现状就是什么？现状就是今年就是美中台最紧张的一年。OK， 所以在这么紧张的一年里面，如何面对你的敌人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我们需不需要？我们需不需要有一个沟通的管道跟桥梁？但我强调，这不是私下，这是公开。我强调，这不是私下，这是公开，没有不会有任何的密室。而且我觉得我也要跟所有的观众朋友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曾经讲过这件事情，大家要对自己有信心。我们的国家有很严重的政党分歧，但是我们的国家这是一个礼物，也是一个诅咒。这个诅咒就是什么？你可以看到，我们每次面对很多公共关系，我们吵得要死要活的，对不对？大家很吵，但这也是一个礼物。这个礼物是什么？任何一个政党上台都没有办法改变台湾跟中华民国的现状。只有谁能够改变？只有我们民众自己。没有一个政党能够绑架2100万人民，是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做这件事。我们只要对自己有信心，是我们就是维持现状的最大公约数。OK，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里面，我还是认为一件事情。过去我每年都参加美国商会，2016年美国商会的这个 AIT 的处长叫梅建华，是 Kim Moy， 对 ，Kim Moy 在美国商会里面讲过一句话，他说马英九跟中国国民党证明了一件事情，证明什么？证明在2009年到2016年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我们可以同时的维系好对中国的关系，也维持好对美国的关系，而两边都有深化。那现在当然我承认，现在 Kim Moy 跟所谓现在川普的那整个的国务院，他不是他内陆的人，对，那国务院体系完全交换了。是。那这就是回过头来我们要去思考一件事情是什么？这样子的一个路线，对抗型的竞争型的路线，它会是一个未来像大家讲的修昔底德的必然，还是有可能是会变成回归到过去我们讲的只要有核武的大国，他们还是回到什么？回到一个经济、政治跟国际组织多边安全保证的这样的一个路线。是，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路线。所以我还是强调，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任何只要是公开透明又不涉及卖台卖主权的事情，我们都应该要尝试。OK， 您在最后强调说不会是涉及任何卖台卖主权的事情。对啊，我问你在哪能怎么卖啦？你要怎么卖？趁斤趁两卖还是怎么卖？那目前听说海峡论坛那边汪洋哦，那汪洋是政协主席是不是？然后他也是这个对台工作小组的第二把交椅，就是主这個、小组长就习近平嘛哈，那也是中央政治局的然后排名第三或第四的大人物哎。OK， 那您认为中共当局用这么高的层级来跟国民党做互动？对于非国民党价值认同的朋友们，会不会觉得说你们有被招安的那种嫌疑？为什么汪洋不愿意跟民进党的代表做某些互动，就只挑国民党？那这种差别待遇，事实上也已经代表中共已经做了他的价值选择。我就是跟听国民党，一个被共产党疼爱的国民党，在台湾人民心目中的感觉是如何？不知道，这是凭我自己设定的。应该是没有做价值选择了，因为这不是价值的选择。OK， 请说。这就是过去我们所谈到，大家都在讲九二共识、九二共识、九二共识，但确实现在九二共识定义可能会有一些微调或调整，那大家能不能接受？所以我还是强调一件事情：任何公开出席的场合，听其言观其行嘛。
你听听看王院长他怎么说。国民党这一次派所谓的本土派的代表，本土派的最大的代表，特别挑本土派的代表。王院长，那王院长过去他曾经讲过的话，或者坦白讲，过去很多王院长过去讲过叫最有名叫汉魂台魄，说我有汉人的魂，但是我有台湾人的屁品。对，就其实也是华魂台魄。华魂台魄，他还是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大家的源头。所以挑王院长，请王院长也是有。见鬼了，对吧？我觉得这还是有他的一个盘算在， okay， 是。所以在这个前提里面，我还是强调一件事：过去国民党人也有很多人在对岸喊中华民国，我自己就是啊，对，对不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我觉得怎么样去维系好我们的尊严，然后怎么样去维系一个不要发生极端情况的管道，又能够有一个缓冲的空间。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是很重要的，是，也就是说不要让这么对火车对撞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也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有不同的路去走，那这些都是价值选择、价值判断的问题，我都尊重大家的意见。你说有没有，我们要有一个预备的方案， okay， 一个预备的 channel。 洪庭，我可不可以，就是他的谈判过程，就像我刚才讲的，如果今天假设，就像回去，好，假设 Kim Moy， 假设 Kim Moy 回去又回来当 AIT， 梅建华，是，对，梅建华又回来当了，对不对？又回来奥巴马的路线了。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做到过去我们讲的所谓的过去的 win-win 这样的一个 ？OK， 有没有可能？是。那我们现在冲成这个样子，那是不是把未来那条线断掉了？那这个部分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模糊转换的空间。就像我们这次讲的，美猪开放有没有换到东西？我会觉得很可惜啊。过去马英九说我美猪开放，我要换这些这些这些，你们说我不让你换，然后结果这次你自己拿去换，然后呢？这次是一样，所以你的路线不要把自己走到僵局跟走到极端，我觉得很重要。洪庭也提出一些这个台面上台面下一些很深入的不同的观点，好好，我们持续下。标示包含就是由冲转到标示，就现在都在预告的方向，好，那我们是朝向，就是尽量要标，让消费者能够清楚的方向来进行。好，回到现场，刚才有一些技术性上的干扰哈，让这个直播时段观场的朋友们造成一些困扰，再次跟你说一声对不起的哈。我们刚才画面是这个卫福部长哦，针对这个美猪开放进口有一个很争议的议题，就是猪油的部分了哈。之前的公布的相关规定说，如果是规管很清楚的猪油哈，你要标示来源，但是如果你把猪油弄到所谓加工的层次，放到什么月饼里面去的话，可以不标示，就这个说法一出来，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的哈。那最新的部的说法，部长做了调整，说包括散装的，通通都要做进一步的标示的哈。那这个议题，因为今天的题目的关系，我们先不讨论，我们先立刻回来，就教一下这个《天下》杂志最新公布的这个2020我们地方执政的县市首长的相关执政满意度的调查哈。那最新的调查结果如下，排名第一的是潘孟安。屏东县长潘孟安，排名第二的是新北市长侯友宜，排名第三的是桃园市长郑文灿，排名第四的新竹市长林智坚，排名第五是国民党的连江县长刘增印，排名第六是花莲县长徐增卫，排名第七的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排名第八的是嘉义市长黄敏惠，排名第九是嘉义县长翁章良，排名第十的是台东县长饶庆龄，那顺序大概后面几个可能比较名次比较不好的是包括排名第十七的苗栗县长徐耀昌，排名十八的台中市长卢秀燕，排名十九的彰化县长王惠美，排名二十的新竹县长杨文科，排名第二十一的台北市长柯文哲。大家不说应该有二十二个县市吗？因为这个陈其迈兄刚刚当选了，所以这次的评比把他排除在外了，所以排名二十一的柯文哲其实就是排名
最后一名了，排名第22了。那这个铁兰三县市的满意度惨崩盘了，他说有三个民这个国民党执政长期的县市，包括连江县长刘正义、花莲县长徐正伟、台东县长饶庆年的满意度都有纷纷滑落的现象。那民进党都是在挺升的一个状态当中，听听这个少林兄对这个民意调查，您解读一下他对于整个民意、对政治人物的一个满意度的表达，是不是有一些新的一些价值体现在这里面？当然，每一份民调，这个当事人都一定要去慎重的去看了，是都要做个参考。不过这个民调是常常有啦，这个民调其实你说天下杂志、远见，甚至各个媒体，常常都会有这种对政治人物，尤其是这种执政县市，他的满意度的高低哈。我说真的，真的就是去参考一下就好了。你认为就参考？就参考一下。其实参考到什么地步？要把它当一回事吗？那当然是要当一回事啊。Okay. 我觉得它里面，因为我相信它不是只是一个排名而已，它里面还有分一些项目，比如说可能你的经济、你的交通、环保各个方面等等。对，我是觉得说每一个执政县市长，他对于同一个公司做了民调，他在每一年他去看他的变化，是。但是你如果说他跟别的县市的一个比较，我觉得有时候很难做一个实际上的比较。OK， 因为各个县市其实情况也不太一样，所以你认为并不需要刻意说你第一名，我来第十五名，不要这样做比较。当然，这是一个这个要顶警惕。那如果今天的杨文嘉跟去年的杨文嘉比，你认为有没有意义呢？这就是我讲的嘛。哦，你认为这样比较有意义？比如说卢秀燕去年的跟今年的，是他在各个项目里面他自己做的施政上面，因为每一年有所谓他的施政的一个项目嘛，哈。是。比如说我在环保我要做什么，我对中国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提出的一个意见，我对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开法等等。那民众到底有没有感 ？OK， 我是觉得说每个县市首长可以在他自己的部分自己去看跟过去的每一年变 ，OK， 没有错，因为每个县市说实在话，它的可能里面的这个经济结构也不一样，环保也不一样，交通问题也不一样，我是觉得这样子会比较有这个参考性质 ，OK。那你自己说，到底第一名跟最后一名是不是最后一名真的就做了那么差呢？我觉得也未必是。OK， 等一下要讨论一下，这边有两位台北市议员哦，可是长为什么看起来每天嗡嗡嗡，结果民意调查似乎并没有给他相对的好的评价了哈。刚才少廷有提到一个观点说，哎，不赶快管起来，必不赶，预算规模不同哦，人口结构不同，所属的所谓政治经济的现实环境也不同。那我们就用少廷的观点，那自己跟自己过去比。可以吧？我们来看一下，我特别把2020好还要争不是2022还要争取连任的县市长，你要个选举版哦。好，阿里今嘛心机真重要。我们来看一下哈，新北市长侯友宜，好，这次的上次的调查是排名第七，这次变成第二名，前进了五名，代表今年的侯友宜比去年侯友宜在同样的调查模式里面。台北新北市民给他是一个正向的评价哈，从第七变成第二，增加五名。台中市长卢秀燕从21变为第18名，增加了3名了。上一次调查我们调查位啊，就变成18，增加3名，是进步中。台南市长黄伟哲从14变成第7，增加了7个名次，被称为是进步最多奖了。那陈其迈因为刚上任，所以没有被列入调查。新竹县长杨文克也要寻求连任，上一次16名，这次变成24名，20名掉了4名了。本来就没说改好又继续落了。彰化县长王惠美19还是19持平。OK， 好，云林县长张立善从13变成16掉了3名了。嘉义县长翁章良从10名变成第9名，增加了1名了，名次往前推进一个。嘉义市长黄明慧还是持平8名，还是维持8名。宜兰县长林芝妙阿姨，这不简单哦，为17名变成12名，增加5名。阿姨给你打一个赞，我打电话给你，你来接，不要特别弄我，这不是什么人，我跟你说我很没用的，你听了嗡嗡叫，要接电话啦，不然这样啦。林芝妙这个阿姨县长，恭喜你，17变12，增加5名。花莲县长徐正伟从第3名降到第6名，负3了。台东县长饶庆林从第5名变成第10名，负5了。澎湖县长赖峰伟从15变成13，加2，增加了2名了。金门县长杨振武11变成15，减4了。要努力哦，不然陈玉珍就挑战你了。我之前才公告呀。好，来，思琪听听一下你的意见。对啊，
啊，就是从你的表里面就看得出来哪一些是有进步的。如果水平比较有困难，那自己跟自己比。整体而言，看起来国民党的往后跌的比较多。对，刚才这个新闻有提到，对。对，然后因为他每一个县市其实都有评分，那你看今年的分数里面哦，柯文哲最后一名，柯文哲的分数跟倒数第二名差了十分以上，也就是说前面的分数比较接近，然后柯文哲变成四十九分，那个落后的幅度是 okay, 是真的比较大，这是台北市要自己，柯文哲你要自己注意啦，就是他有没有再掉？没有，因为把韩国瑜拿掉了，他就没有办法再掉，因为他去年就是二十，他去年二十，今年二十一，然后因为少了一个县市嘛，所以他就连续蝉联最烂宝座柯文哲。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我觉得啦，就是说他给台北市民很大的一个印象是他常常不待在台北，他比较多的时间去忙党务。那这件事情我觉得观感会不太好。是。好，那如果你真的这个排名都这么后面，然后你施政不是那么的好的话，你应该要做的事情是说，好，那我会更努力，我虚心，然后我会尽可能的加强。是，就这个不是标准答案吗？可是柯文哲团队倒是没有这样的反应。他之前的讲法是说台北市比较人在福中不知福。他今年的讲法是什么？今年民众党的发言人说，因为民进党的网军太强，一直在攻击，没有了韩国瑜就攻击柯文哲。哦，我的天哪！我觉得这种不要东怪西怪啦，因为施政满意度是你上任以来每一年都会有一个评分嘛，你有没有拿过比较好的成绩？有，你最好的成绩是排到第十二名哦，你也拿过第十四名哦，可是后来你就直接掉到二十、二十一，那这个东西我觉得跟别人的攻击有关系吗？就还是要回归到你到底给台北市民什么样子的市政交代，那个才是比较实际的啦。所以你做不好，你就持续努力再加强，否则黄珊珊会很惨，她要背负着你的这些烂包袱，她要怎么去选下一任？是，然后不要东怪西怪，你越东怪西怪，我保证你明年还是最后。OK，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在前五名了哈。潘孟安、侯友宜、郑文灿、林志坚、刘增应哈，那刘增应是连江县外岛的县长，我们可能一般在台湾本岛生活的这个国民同胞们，可能对他比较稍微陌生。你看这前四名啊哈，他们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特质的哈 ？OK， 在这次的调查里面，天下下了一个标题，他说施政满意度民调不论蓝绿，他说人民需要务实做事的地方官，政治人物应该结束喊口号、情绪发泄的沟通，人民要的是务实做事，跟超商一样二十四小时在线的首长啊，看看前面这几位首长，说真的他们都是比较贴近老百姓基层生活的哦，那地方的经营也都非常的扎实哦，那充满争议的政治议题似乎他们并不经常性的表态了哈，那地方父母官的角色就是地方父母官，那个做之父做之母，那个每天唠叨每天盯细节的爸爸妈妈，我觉得他在他们的施政里面充分体现了哈。那如果从这角度来看一下这个阿苗，是柯市长会不会，各位同学你们都给他实在太严苛的这个评价了哈。OK， 市长行程每天嗡嗡嗡了哈。在您回应之前，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时期有提到说民众党发言人对柯市市长满意度垫底，神甩锅了哈。他说，发言人陈又成表示，或许这与高雄市长被罢免后，民进党请全国之力炮轰他有关了哦。OK， 刚才时期有提到这个观点了哈。那另外，柯文哲惨了哈，2020的市政满意度垫底，北市府有一个比较对外正式的回应了哈。他说，台北市政府表示，北市府的竞争力啊，整体市政竞争力跟文教实力都还是第一名哦，首长个人满意度却是倒数的，主客观的落差太大。北市府指出，台北市政府不管在国内外各项调查都是领先全台，显示柯文哲并不如许多媒体报道的，所以是无心市政的一个市长哦，党内无影啪啪照，内部酸计了哈，却往往被这四个字叫无心市政给标签化，恐怕也连带影响了调查结果的客观性了哈。那其中有提到说，包括说第一名的潘孟安，因为最近两年举办全中运、台湾灯会，让民众有参与感、光荣感，所以满意度大幅提升。他说，柯文哲过去在举办四大运的时候满意度也很高了哈，言下之意说可能跟重大活动的举办有点关系哈，但是他们强调说会继续努力朝让市民有感的方向前进了哈。OK， 那这个提到说事实上最后一名可能排到那这个
新任的市长办公室主任叫做谢明珠小姐哈，有人说她是蔡壁如的闺蜜，那从产业界出身，是一个日文的专家了哈。她说了哈，这个她认为了哈，这个谢明珠小姐是新任办公室主任，七号已经证实哈。她说哈，她认为即便科声量低，但每天认真开会打拼，心力交瘁，竟然还位居第21名，直呼很难讲哈。她说很难讲，她还说这种媒体的评比有很多都是自录了哈，是不是对媒体的评比也背后有所谓金钱的操控，他也提出一个质疑了哈。那发言人陈志涵说，谢明珠七号已经正式就任。那对于柯的民调垫底，陈志涵认为主客观落差太大，实在看不出可信度。好，柯做的再差，也不至于垫底，误用标签化贴在一个人身上，有标签化的问题吗？听阿淼。这个我相信在商业界啦，企管啊，行销里面有一句名言哈，嘉哥跟宏廷哥一定都听过，是就是呢，当在风口上的时候，连猪都会飞上去。OK， 飞猪理论。那对对对，这个理论呢，用在我们政治界啦，就是说，当你站在时代的浪头上的时候，是一颗西瓜都会选上，真的是这样子。所以呢，那为什么我要先讲这个？我要先讲这个是说，所以人民是看时代的趋势在给人机会的，所以有的时候呢，你的底蕴没有那么厚的人，你可能因为时代的趋向，你会坐上意外的坐上惊奇的演出惊奇坐上那位置。但是你坐上那位置之后呢，你的表现是怎么样，完全就要回归到你自身了。是我们讲一个很励志啊，刚才讲到这个资庙哈，资庙县长呢，虽然他刚选上的时候一直被嘲笑说什么，不识字啊，公文都放反啊，怎么样，被当他笑的啊，他在网络上也是很多的这个网络嘲笑他，我打电话给他也很喷饭啊。对，可是你看他有力争上游，他在这个调查里面有力争上游，所以呢，有人说啊，这个调查是不是有政党倾向？刚才已经细数给大家看了嘛， okay. 其实没有蓝绿的什么。有没有金钱资助的怀疑？有没有金钱资助的怀疑？这个是长期很多人都怀疑的哈，包括这种什么知名杂志的，长期很多人都怀疑。可是问题是，今天这个怀疑是读者有资格去讲。读者有资格去怀疑说，哎，我觉得这个调查可能不尽公正，可能会受到广编预算的影响。OK， 而不是排名比较差的人自己讲的啊。你今天考差了，然后人家问你说你怎么考那么差，你说啊，那考试不公平，有人作弊啦。那这个在人民听中听起来的观感是什么？所以我这边讲柯文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当外界在说他表现不好需要检讨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吸反射，他的团队有一个吸反射式的反应，就是万方有罪，罪不在政工，哈哈，就是说什么事情都是别人的问题，一定是1450的问题，一定是网军的问题，一定是这个媒体的问题，甚至有时候那讲话还讲说是市民的问题嘛，因为市民身在福中不知福。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发言的风格之下，所有市民看你的感觉就说啊，这个人好像反省力比较低落一点。哦，台湾的人民是很善良的，台湾人民是愿意会接纳说犯错的人，只要这犯错的人会愿意去反省嘛。那今天柯市府给我的回应，我以一个市议员的角度，我觉得他讲得非常不好啊，因为他说哦，台北市民的文教哦竞争力评比都是第一，包括啊各项，我先过一个资料，你继续讲哈。我今天也跟市府要一些资料了，他给我这个资料，不是2020世界宜居城市，全台湾只有台北市上榜，这是由这个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所评比的，排名全球59，那是台湾唯一的，总分85分，什么稳定性、卫生保健、文化环境等等的，教育还给100分的，这是市府给我的，就是说，哎，把人看了。不讲盖拜，那人家己看才拜了哈。他也提一个说《天下杂志》这样的环境，他举出一个部分叫环境力12个细项指标6都组了哈。他说好几个部分，台北市都是第一名，我打勾的部分都第一名，包括说平均每人每一日的废弃物产生量，台北市0.82。公斤啊，都最低了哈，所以它有好几个指标，包括每人每年用电量，台北是不是用电用上多？结果不是呢，1769度啦，几个人一年啦，所以他认为说，我在这个环境里，我做了这么多的6都组的领先指标，结果看他最后这个东西综合评比。讲到市长，哇，就掉了。所以他一直认为说，他就我们有一个这个说法，说像环保这个调查，我就觉得非常妙。我们的用电量、污染率、客观指标都最低，市长也是例行环保，不用一次性餐具。结果最后对于首长环境保育满意度竟然最低，他认为你给单项都高啊，讲到这是柯市长做，就给他低。
他认为这有点委屈了哈。听听阿淼，你也是监督他的艺人，来，请说。这我真的来解析。我觉得呢，他的幕僚如果没有让他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状况，还让他讲说人在福中不知福，这是幕僚最大的失职。为什么？因为呢，这些肯定刚讲了国际经济学人的肯定，对，还有这些指标的肯定，包括公宅，他也说我是全台湾盖最多的哈，这个遥遥领先别人了、啊。在这些指标里面，台北市的领先的指标里面，对的是我们这个城市数十年来大家一起努力的累积的成果的肯定。嗯，柯文哲市长当台北市长到现在，短短的一任走到第二任走到一半的期间，他不能够把这些累积下来的功劳都算是自己的、啊。我说真的，今天台北市，我虽然是台北市议员，但我必须讲一句话：今天台北市所有的成就，其实是全台湾的所有的人民共同去含辛茹苦的累积出来的呢。我们台北市统筹分配款一年拿这么多，如果要不是有这个统筹分配款，我们台北市哪有捷运？如果不是台北市二三十年之前中央就投资给我们，给我们首都盖捷运，现在哪轮得到柯文哲在那边嘲笑高雄负债多？嘲笑别的城市负债多，所以今天柯文哲他没有去想那自己问题是说，台北市有这么多资源，他的基础本来就比其他县市高了。OK， 如果台北市没有在这些指标拿第一名的话，是他有大大的问题耶。我是全班最有钱的学生，结果，然后我在说啊，我明明是全班最有钱，我上最多补习班，所以我累积出来考试分数最高，那为什么老师觉得我还不用功读书？你现在去讲这件事的时候，你要去想你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结果呢，你就说、哦、我是站在巨人肩膀上啊，怎么人家没有觉得我最高？因为人民想要看到的是你在这任期之间你的市政的努力到底是什么。结果呢，你一天到晚参与国家大事的发言不打紧，但是呢，你跟主流民意是相反的。那你一天到晚呢去讲其他县市指手画脚、指指点点，你丝毫未想到台北市之所以可以减债，是来自中央的挹注。是，如果统筹分配款拿走，它能减债吗？好，所以你这个统筹分配款是全国人民，包括高雄市民也有贡献在里面的、欸。好，那大概知道您的意思哈，就是说事实上。身在福中不知福，可能是柯文哲了，有点这个味道啊。好，洪庭、啊、来，这个国民党监督这个柯市长是想出来的，来听听你的意见。我觉得这个调查好像为我过去几年的议员生涯做平反，是不是？就是说，这是一个管理问题。OK， 其实你在看柯文哲的第二任的时候，你确实在这里面看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落差，比如说好，第一大巨蛋的处理滴滴啦啦，第二包括我自己在看，我想阿淼也知道，就都更中心的弊案，然后好几。这个弊案，还有所谓的这个，特别是在建管处这里面出现很多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这些状况都会影响什么？都会影响社会观感。那也就是说，好，那管理面上出的这些问题累积起来以后，我觉得应该这样讲，柯市长他面临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很简单，你的第二任跟你的第一任。就像阿苗刚所讲的，你的第一任，大家那个风势在那个地方，大家检视你的那个模式跟方式，可能没有那么仔细。可是真的在看各个案件的管理面的时候，比如说刚才阿苗在讲说这个所谓还债怎么还啊，我那时候第一个最简单的逻辑就告诉大家一件事：台北市在过去第一柯市长的四任没有赚钱，哪来的钱还债？没有赚钱的城市，经济指标全部下降的城市，怎么会有钱还债？那结果钱从哪里出来的？从公告限值调涨。OK， 公告限值调涨出来这一块，所以它是一个什么？那是大家过去留给他的钱嘛？对，那是土地所谓的钱嘛？所以在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过程跟落差，他是要花很多时间去看，然后花很多时间去感受。所以应该这样讲，刚刚看很多指标，比如说文教力，坦白讲，文教力这一段我是认同的，就是说文教力台北是绝对第一名了，最多的公立大学什么？对，比如说我跟阿苗的选区好，我们是大安文山，对不对？大安区。这时候就有数据上的谬误啦。大安区绝对是什么？校园毒品最泛滥的地方。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学校多。学校多。对，就是因为学校多。没错。学校真的太多了。对，这就是一个数据谬误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可是，在这整体里面看起来，你就要去排除这样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就像刚才我们讲，你的基期高，民众对你的期望就是边际的问题。民众对你的期望就是边际效应递减嘛，对不对？他就会觉得你没有在进步嘛。因为坦白讲。就像我过去讲的，我曾经讲过，台北市是一个80分往90分的城市，是80分要往90分走，要的是什么？要的是管理的精密，而不是效率。这就是我当初质询柯文哲讲的。我说你口口声声讲效率，口口声声赶速度，那是什么？那是50分到70分的事。OK。
可是一个精致化要进步的城市管理一个城市到最后往上，这就是边际效益递减，是绝对是要靠管理。是，不愧是管理学的专家，提出一个跟一般评论不一样的角度。最后 stay in 的时间，最后那个问题，蒋万安要选台北市市长，您认为会不会有什么党内提名的障碍呢？最近很多人讲说韩国也出来算，您认为韩国会吗？博弈说可能性很低，听您意见。我再来三十秒钟。我强调一件事啦，大家都很优秀。那是国民党的市党部必须搞清楚自己的角色是什么。你不该去帮别人宣布谁要选谁不选，你应该是什么？你应该是告诉中央，赶快决定我们是要征召还是要办初选，赶快把时间确定出来，赶快给大家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竞争的环境，让大家这些战将都没话说。五秒钟，您支持？您支持罗志强还是这个蒋万安？坦白讲，两位我都支持，两位都支持，两位我都支持，两位我都觉得都很能打。好，这个问题不用问黄少廷，没有投票。好，明天再见。两位我都觉得很能。彭宁果然不得罪人。只要你这个小政客。